2023年7月4日，礼拜二。今天森哥团队举办庆生会，即周年庆，我们一周年哦。身穿年装，手拿筹划，小康生活恰恰恰。我下时尚。森哥在这边要谢谢我们的香山区的好朋友，我们司仪副班长，哇，那还会布置会场哦。来，来拍拍手，拍拍手。来，这位是我们的香山的班长钟香林。身穿年装，这是我们的干部陈凤美、肖梅萍。哦，这是来自新苗栗的。又是苗栗李佳龙老师，这是我们的助教啊，非常辛苦，每次都香山都是团队担待的。这是阿春姐姐，这是夜里竹月，幸福笑容就像是这位姐姐哦，她哪一想吼吼吼吼吼，很棒哦。